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礼敬巴格瓦阿拉汉正字觉者，各位阿无说，各位贤友，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由于 Devadatta 想要夺取僧团的领导权，被佛陀拒绝之后，他就勾结了卫生院王子，杀害了他的父王宾迪萨拉王，而夺得了王位。然后他派人，他就叫国王派人给他去刺杀佛陀。刺杀佛陀不成功，他自己动手到旧峰山山上，把一块大石块推下来想砸死佛陀。结果那块大石块被两块突出的岩石卡住了，但是还是有一小块的石块掉了下来，掉到地上弹起，然后把佛陀的脚给砸破了。后来 Devadatta 又放出了最像 Nalagiri， 想要踏死佛陀，佛陀又用慈心降服了 Nalagiri。 所以在这件事件上，佛陀经历了被石头推、被石块砸伤、被刀割、为了治疗淤血的伤口被刀割，以及受到 Nalagiri 狂象的攻击。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佛陀晚年，大概是72、73岁左右的那段故事，那段事件。那今天我们将要讲的佛陀的第九种恶报，也是发生在佛陀的晚年，大概是在79、8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佛陀的晚年也确实不是太太平不是很太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僧团里面由于 Devadatta 的破坏导致僧团的分裂。而外患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再来讲讲是我们佛陀的祖国被灭亡和他自己的亲族被屠杀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在讲今天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个事件之前，我们必须得先了解一下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如果不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们将很难理解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讲到的这个故事。在印度，他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种姓，种姓是 Varna， 它的直接的字面意思是颜色，在这里是指称各种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姓。而且这种种姓是婆罗门他们划分出来的。第一个种姓是婆罗门 Brahmana， 婆罗门相当于现在的祭司和学者阶层。他们
从小就要学习各种的咒语、咒术、相术、传说、学语言、学作诗、学看相、等，然后他们就以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为主，而且呢，他们也操控着宗教权，所以一般上来说，他是替所有的社会人士举行宗教仪式。第二个阶层是刹帝利，这个是从梵文 Kshatriya 翻译过来的，巴利就叫 Kshatriya。 刹帝利是王公贵族，是武士阶层。当然作为刹帝利阶层来说，他一般会把自己作为刹帝利放在社会的最高，但是婆罗门由于他掌握了知识权，所以他会把他自己的种姓、自己这个阶级放在第一位。第三是 Vesa， Vesa 是指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后来随之城市经济的发达，又产生了商人，所以商人也是属于 Vesa 这个阶层。而在社会最底层的是 Sudra， 它梵语 Sudra， 古代翻译成首陀罗。 Sudra 是奴隶，奴婢这个阶层，也就是他是属于战俘啊，被俘虏的啊，或者说战败的，或者说有些穷人没办法还债，卖身为奴这样的一个阶层，就称为首陀罗 Sudra。 在这四个种姓当中，婆罗门和刹帝利是属于高等种姓，他们有权利享受教育，跟享受后面两个种姓的服务。而 Vesa 呢，他是通过向王族交税去服务前面两个阶层。而首陀罗 Sudra，他们几乎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的资料，生活的资具，他们靠被前面两种人或者说三种人雇用来维持生活。在古印度，这种种姓制度是非常森严的，不同的种族种姓之间不能互相通婚，也不能够在一起工作，不能在一起吃饭。但是假如发生了不同种姓之间通婚而生的孩子，那更是低等，是被社会看不起，甚至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这种人一般他出到外面，他可能要敲着锣，意思就要叫大家回避。如果高等种族的人、种姓的人看到了他们要去洗脸，听到他们说话，他们要去清洗耳朵，认为他们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所以由于这种森严的种姓制度，所以就造成了印度社会很不平等的事实，乃至到今天，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一直还是延续到现在的印度社会。而在印度的现在社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他就皮肤长得比较黑的人呢，他多数都是大多数都是一些劳苦的，或者是一些穷人啊，一些社会比较低层的人。而作为王族啊，作为
婆罗门呢、啊、我们会看到他也长得比较庄严一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他们古代当雅利安人征服了本地人了之后呢他们所建立的种姓制度，也就是说从外面入侵的种族由于他是原来是属于白种人但后来在印度，由于印度是属于热带所以他们也晒黑了，现在我们去到印度看到所有的人都是黑黑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脸色就是用这个皮肤的颜色来区分的，所以呢就 Varna 巴黎叫 Varna 就是颜色的意思，其实它是引申为皮肤的颜色，再引申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种姓。那我们了解了印度的这种种姓制度的大背景之后，我们接着来听佛陀在79、80岁的时候发生这一件事情，就容易理解了。那故事我们要讲到在很早以前也就是应该那个时候佛陀还是年轻的时候，在萨瓦提城，当时萨瓦提城是哥萨拉国的首都王都，大哥萨拉王的儿子叫做巴塞纳蒂王子，因为想要学习技术，他到了西北印度的达卡西拉那个地方，达卡西拉现在在巴基斯坦那地方，古代它是一个以各种技巧技术闻名的城市。王子到了达卡西拉拜师学成回国之后，他的父王大哥斯勒王看到儿子的技艺就是学有所成感到很高兴，于是就把他冠顶立为国王。又过了很多年，后来佛陀因为受到了几孤独长子的邀请，到了萨瓦提城那里，几孤独长子就买了杰达王子的一个园林，然后在那里建立的杰达林吉孤独园，佛陀就住在那里。后来巴塞纳帝王听了佛陀说法之后，他就想要和释迦族结成亲家，想要联姻，他心想我要和比库僧团一起做我的亲友，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要怎么做呢？我可以让政治绝子的亲戚的女儿嫁到我家也就是他想要娶佛陀亲戚所生的儿女亲戚所生的女儿嫁到他家，这样的话这些比丘尊者们来到我面前就会想到我是他们的亲戚这个是政绝子亲戚的国王。他这样想了之后，就派人送信到释迦族那里，请求说请找个姑娘嫁给我。释迦族就问说你想要哪一位释迦族的姑娘他便吩咐那使臣说你选中了之后你就把这个姑娘送过来。于是他就派使臣到释迦国那边去寻找姑娘。那释迦族人于是就集会商量因为释迦族有个这么样的习俗不是太好的习俗，他就是为了要保持自己血统的纯正一般他们不会随便娶外族的人，也不会随便把自己本族的女人嫁到外族去所以我们看
即使是佛陀他还是菩萨的时候所取的亚梭塔拉呀，他也是其实都是很亲的亲家。那些释迦族人集会商量说，国王是我们的对手派，如果我们不给，就不嫁个女儿给他们，不嫁个女的给他们，他们将会来消灭我们。但他又不是我们的家族，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释迦族的国王叫做 Mahanama 大明，他就跟大众说，我那里有一个从女奴胎生下来的姑娘啊，其实就是他和一个女奴生的一个小姑娘，那个姑娘叫做 Vasubhakadiya， 长得很美丽很漂亮，我们就把她嫁给她吧。然后释迦族人就对从哥萨勒国派来的使臣说，很好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姑娘嫁给国王。那使臣就问说，她是哪个姑娘呢？他们就回答说，她是政治觉子叔叔的儿子大明释迦的女儿，叫做 Vasubhakadiya。 那我们讲到大明 Mahanama 是怎么做国王的，本来释迦国是由净饭王苏多达那所统治的。苏多达那后来生了个孩子，也就是悉达达，我们的菩萨，我们菩萨后来跑去出家了。等他出家之后苦行了六年，成佛之后，在成佛之后的那一年回到自己的故乡释迦国，结果呢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南的，也就是本来释迦国的王位继承人，也拉去出家了，而且是在新婚之日的时候拉去出家的。然后呢还把佛陀还是菩萨时候的儿子拉呼勒也度化出家了。这样的话呢变成释迦国他就没有了嫡系的王位继承人，后来就选了净饭王一个弟弟的儿子叫做 Mahanama 做了国王，所以 Mahanama 后来就成了释迦王。而这位 Mahanama 也因为经常亲近佛陀，他后来证得了第二果，是依来果。当他们决定把 Vasubhakadiya 嫁给巴塞那帝王之后，那些使臣就回到了哥萨拉国去禀报国王，国王就吩咐说，这样太好了，赶快把他迎请过来。不过呢现在叫卡地亚的有很多是假的，可能连女奴的儿女也有可能会送过来，这样吧，你就请他和父亲一起用同一容器吃饭，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去考验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些使臣回去就回报大明王和马哈纳玛说，大王，我们的国王想要你们一起吃饭。大明王他说，好的，亲爱的。于是他就把 Vasubhakadiya 化妆了之后，在自己吃饭的时候召唤他来一起吃，这样他故意让那些使臣看见，然后呢就把这个 Vasubhakadiya 假装成公主，就交给了那些使臣。那些使臣就带着 Vasubhakadiya回到了萨瓦迪城，并且把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巴塞那帝王，巴塞那帝王心满意足，于是
就给他安排了500个宫女去服侍他，并且把他立为最上的王后。不久之后他怀孕了，然后就生下了一个皮肤是金色的孩子。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释迦国的景色，是今天的释迦国的景色。到了命名的那一天，小孩子出生了，就要给他起个名。国王就把孩子送到他爷爷那里，说这是释迦王的女儿瓦斯帕卡迪亚所生的儿子，我们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国王他当时派一个大臣去把孩子送到孩子的爷爷那里，结果这一个接受命令而去的大臣他有点耳聋，耳朵不是太好使，有点重听。他去到这小王子的爷爷那里禀报，然后那个也就是说太上皇巴西那帝王的父亲就说，瓦斯帕卡迪亚即使不生孩子他也胜过一切人，因为他是最上的王后，就是第一王后。现在他生了孩子，他将会成为国王最宠爱的王后了。然后那个耳聋的大臣他就把宠爱叫做瓦拉帕，他就听到了维多达巴，这瓦拉帕他听到维多达巴，由于他误听了，于是他回去禀告巴塞那帝王，他说大王，我们的王子就起名为维多达巴。国王想以前我们的家族没有这样的名字那好，那就把这个小王子起名为维多达巴吧。于是就把维多达巴就作为这个小王子的名字。后来国王为了让佛陀也喜欢这个小王子，就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把他立为将军。小王子受到了王子的待遇，一直在王宫里面成长。到他长到7岁的时候，他见到其他的王子外公的家都会送来大象的玩具啊、马的玩具啊等等，于是就问他母亲说，妈妈，其他的王子的外公家都会送来礼物，为什么我什么礼物都没有呢？没有人送给我呢？你是不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呢？然后他的母亲瓦萨帕卡迪亚就说，亲爱的你外公释迦王住得很远，所以他没有送任何的东西来。其实事实的真相是释迦主人根本就看不起这个瓦萨帕卡迪亚，因为他毕竟是女奴生的，所以他当然的嫁出去了之后呢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奴婢嫁出去一样而且甚至比奴婢都还更低贱，根本不会去理会他。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是加比拉巴图城，就现代这个地方佛陀就在这个地方伦比尼诞生的，而萨瓦提城就当时哥萨拉的首都是在这里所以他们确实是距离很远的一段距离这个是喜马拉雅山。王子长到16岁的时候又说，妈妈，我要去外公家看看。他妈妈说，够了够了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他就这么样阻拦但过了不久呢，这小王子又说，我要去外公家里面去看看。这样一次次请求，最后他的母亲不得不答应说，好好好，那你就去吧。然后小王子就报告他的父王之后呢，就带着一大群随从离开了萨瓦提城，就到加比拉瓦图城，就到释迦国的王都去。而瓦斯帕卡迪亚就在王子到达之前，他提早送信给释迦族说他送写了一封信，
就说我在这里住得很好很快乐，但是呢现在王子要回娘家看一看，请你们不要给他遇到任何的障碍。而释迦族人知道维都达巴要过来之后，他们就想我们不能够离近他，于是就把王族里面所有比王子年轻的，也就是16岁以下的小王子全部都派到其他的地方去，剩下那些比他年纪大的全部就聚集在嘎比拉瓦城的会议厅。王子去到了之后呢，就站在那里，释迦族人就对王子说，亲爱的这个是你的外公，这是你的舅舅，然后就叫他一个个的顶礼，因为在古印度也是这样的一个礼仪，就是在亲族里面你见到年长的你必须要顶礼，要礼敬。王子这样做了，他就礼敬了所有的人，但是当他礼敬完的时候，他却发现了没有一个人去礼敬他。他就问说，为什么没有人来礼敬我呢？释迦族人说，亲爱的，比你年轻的那些王子都到外地去了，然后就叫他只是恭敬那些年长的。维都达巴在嘎比拉瓦土城住了好些日子之后，就和一大群随从就离开回家就回自己的国家了。当时有个女奴，就有个奴婢在会议厅，在他们走了之后，在会议厅里面一边用牛奶水洗这小王子坐过的坐板，就他坐过的那个坐板，一边洗一边咒骂，一边恶骂说，这是瓦斯帕卡蒂亚女奴的儿子所做的坐板。他就一边洗一边在那里骂，正好维都达巴王子的随从里有一个人，他把自己的武器忘了，然后就折回去拿的时候，听到了诅咒维都达巴王子的骂声。他就问那一个奴婢问明原因，他才知道原来瓦萨帕卡迪亚是女奴和大明释迦王所生的。他知道这个秘密之后，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军队里的那些军人，于是就出现了据说瓦萨帕卡迪亚是女奴的女儿这样的一种传言。这个可不得了因为瓦萨帕卡迪亚当时是被巴辛纳帝王立为第一王后如果第一王后是女奴生的女儿，那这证明说她 的身价完全已经没有了。维都达巴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中就发誓，他说，他们竟然用牛奶水洗我坐过的坐板，好，到我以后登基做王的时候，我要拿他们喉咙的血来洗我的坐板。等他们回到了萨瓦提城，大臣们就把这件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国王，国王也开始憎恨释迦族人，就说竟然把女奴的女儿嫁给我，于是把对瓦萨帕卡迪亚和他儿子的所有待遇全部收回只是把他们当成奴隶和女奴一样来对待。过了好几天，佛陀来到了王宫，坐在敷饰好的座位上。巴塞那帝王前来顶礼后说，尊者，据说您的亲戚把女奴的女儿嫁给我，于是我把她连同儿子的待遇全部都收回，只是把他们当成奴隶和女奴来看待。佛陀这样说，大王啊，释迦族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他们应该把相同身份的人嫁给你。但是大王，我说那个 Wasapa Kadiya， 他毕竟也是属于 Kadiya 王的女儿，毕竟他也是属于王族的女儿，他也曾经在王族的家中获得冠顶， Vedutapa 也是由卡蒂亚王而生的，也就是他是你生，你所生的，你也是做国王啊，是你生的儿子。所以为什么要以母亲的种姓来对待呢？只应该用父亲的种姓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像过去有位智子，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平尼人叫做卡特哈里格，他也曾经被封为第一王后这样的地位，他和从他肚子所生的王子也做了十二游行的巴拉纳西国的国王，名字叫做卡特瓦哈纳这样的国王。于是佛陀就在那里讲了卡特哈里本身。国王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就对只是应该以父亲的种姓来去看待，他感到很满意，于是他就恢复了 Wasapa Kadiya 和他儿子本来应该的待遇，也就仍然是把他当王后跟把他当王子来看待。时光又不断的流逝，到了Basena 帝王80岁，我们的佛陀也80岁的时候，Basena 帝王和佛陀是同龄人。那个时候哥斯拉国也不再太平的，因为在玛嘎塔国他的外甥卫生院王子篡夺了王位之后，就和哥斯拉国就和他的舅舅发动了一场战争。战争也就要么是你败要么是我胜，就是这么样进行了好几年的战争，最后巴仙那帝王把自己的金刚公主嫁给了卫生院王，才平息的战争。平息的战争之后呢，哥斯拉国也经常发生了内乱，特别是由于一个宫廷的阴谋。当时巴塞纳帝王一个很信任的将军，他是属于古西纳拉马拉族人，他叫做邦托拉将军，因为被指控背叛国王而遭到处死的。等这个将军被处死之后才发现到他是无辜的，这是一件冤案。因为这么样，所以他一直都闷闷不乐，即使王宫的豪华国王生活的奢华等等都已经对他来说好像失去了兴趣。为了弥补他错杀了邦托勒将军，于是把邦托勒将军的外甥叫做迪卡嘎拉亚纳常作行提拔为将军的地位。但是呢，这一个迪卡嘎拉亚纳常作行，他也是一个多疑的人，就是很猜忌，很多疑，很小心眼的人。他很清楚自己的舅舅因为无辜而被国王杀死，所以当他做了将军之后也是一直都在到处寻找机会准备要报复。有一次佛陀来到了一个叫做梅达鲁巴的小镇那里居住，国王他也去到那里，然后他由于
那一段时间确实很不开心，还有加上他的爱妃玛丽嘎夫人也在那段时间去世的，他最宠爱的爱妃玛丽嘎夫人也去世了之后呢，他一直都是被忧郁啊、忧伤啊、还有懊恼啊、懊悔啊所煎熬着。也是他知道佛陀去到附近，他就去拜见佛陀。他来到了佛陀所居住的香室，就佛陀的房间，就在甘塔古地香室前面，就把作为国王象征五样东西交给了迪卡嘎拉央这个将军。这五件呢，分别是王冠、宝剑、伞盖、拖鞋和一个牦牛的副臣。独自走进香室，他一进到香室之后就顶礼佛陀，就很感叹地说，佛陀您也80岁了，我也80岁了，然后就讲到他是怎么样打心里恭敬佛陀的，所以这一番对话被收录到中部的叫做《Dhamma Jaitya Sutta》，叫做《法塔经》里面。这也是这两位老人最后一次见面。当国王进入香室拜见佛陀的时候，常作行就开始怀疑了，他就说，上一次我的舅舅就是因为国王进去拜见的佛陀，出来之后不久就把我的舅舅杀死了，现在国王又进去拜见佛陀，说不定出来不久又会把我杀死的。于是他就把国王的宝冠啊、宝剑啊、伞盖啊全部拿了，然后他只留下一匹马跟一个照顾国王的妇女留下来。他告诉这个妇女去警告国王，如果你还想保住自己的性命的话，你就不要试图来追赶我。然后他就带着军队启程赶回萨瓦提城。他回到萨瓦提城之后，就叫维杜达巴说，现在我要拥立你作为国王，如果你不做国王，现在国王的象征这些权杖啊、王冠全部都在我这里，如果你不做，我来做。于是维杜达巴王就在这个叛乱的将军叫做迪卡卡拉央常作行的拥立之下做了国王。那话说巴西那帝王他和佛陀愉快的谈话之后，等他礼敬佛陀出来之后，却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见了，然后就问那个等在那里的妇女说，怎么我的军队跟那个将军全部不见了。于是那个妇女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就说他已经回去了，他回去之前呢留下口信说，你不要去追赶他了如果你还想保住自己的性命的话你自己去找活。巴西那帝王他想那这样我要去我外甥那里外甥卫生院王那里然后到时我再班师回朝去抓这个维杜达巴。于是他就赶往王舍城。由于一个80岁的老人他要这么样日夜兼程、风吹日晒的从萨瓦提城附近一直赶到王舍城里面。等他到了王舍城，也就是玛嘎塔国的王都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天黑城门也关了。
老国王就不得不在附近的一个专门供那些旅人啊，就是那些旅途上的那些人跟一般的人在那边歇脚，在那边休息的一个厅堂那里过夜。由于旅途劳顿啊，再加上风吹日晒，结果这位老国王，曾经英明一世的老国王，就在半夜里去世了。到天亮的时候，那个老妇女她一看到国王去世，就悲痛地呼喊说：“啊，我的主人啊，郭沙拉的国王啊，啊，你就这样像一个穷人一般无依无靠地死了，而且呢是死在一个专门供穷人歇脚的地方啊，在一个异国他乡的城门之外。”人们听到了这个妇女她的哭声之后呢，就报告了卫生院王。卫生院王于是就把巴塞纳帝王的尸体进行了举行的一场很盛大的葬礼，就用王家的葬礼来去对待。毕竟呢巴塞纳帝王也是他的舅舅，同时也是他的他妻子的他的岳父。卫生院王处理了他岳父和舅舅的葬礼之后也是愤愤不平，想要发兵去攻打哥萨拉国要活捉维多达巴王。但是呢他的大臣建议说反正现在老国王已经死了，你现在去攻打哥萨拉国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也没有好处的。于是他就不得不也承认了他的表弟维多达巴作为国王的这个事实。维多达巴做了国王之后，就想起他以前的燕敌释迦族人因为他曾经发誓说，我一旦登基做国王，我就要铲平释迦国，要杀尽释迦族人。于是他带领大军离开了萨瓦提城。当天佛陀在凌晨观察世间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祥的影响，他发现到释迦族人整个族群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消失了，一个一个这样的死了。他就心想，哦，原来释迦族人现在已经大难临头了，心想我可以为释迦族的我自己的亲族做些哪些适当的事情呢？于是在那天上午他去托钵，托完钵回来之后就回到乡室当中做狮子卧休息。到了傍晚时分，他飞到空中，然后就去到了靠近嘎比拉瓦图里一棵没有树荫的树下坐着。而就在不远的地方，在维多达巴的国境内有一棵树荫茂密枝繁叶茂的榕树，但是佛陀并没有在那里坐，他只是在一棵只有枯枝的树下坐着。维多达巴率领大军来到了边界来到释迦国和哥萨拉国的边界。他看到佛陀之后走前去礼敬说，尊者，是什么原因要在这么热的时候坐在这棵没有树荫的树下呢？您可以坐在那棵树荫茂密的榕树下吧，尊者。佛陀这个时候回答说，大王，愿亲族的硬币是清凉的。维多达巴心里就知道，哦，佛陀原来是为了保护亲族才来到这里为了尊重佛陀，他班师回朝回到了萨瓦提城。这个时候佛陀也回到了吉达林去。过了不久，维多达巴王又想起了释迦族对他的侮辱，他第二次带兵离开
而在那里第二次又见到佛陀啊，坐在那里，然后呢还是班师回朝啊。有第三次又想起了释迦祖对他的侮辱啊，不解恨，又率领大军要攻打释迦国啊，然后佛陀又是坐在那里啊，就这么三次佛陀都坐在那里啊，他为了对佛陀的尊重，已是啊没有继续攻打释迦国。到第四次出兵的时候，佛陀就观察了释迦族过去世所造的业，他知道啊，在过去生释迦族他曾经造了恶业，这种恶业现在已经成熟了啊，是不可能避免、不可能阻挡的。于是第四次他就没有再去了。维多达巴想要铲平释迦国，想要杀尽释迦族，带着大军浩浩荡荡的朝着释迦国的王都噶比拉瓦图城前进。但是郑智觉得亲族，就佛陀的亲戚，他是不杀生的，他们即使牺牲自己也都不会夺取其他的生命。但是在当时各个国家各个王族当中，释迦族他是以弓箭，就是以射箭是著称的，释迦族是特别精以射箭，可以说百步穿杨啊，这些都已经不成问题。释迦族于是就想，我们都是练就一身好武艺、好剑术的弓箭手，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夺取其他的生命，让我们展现自己的技术来击退他们吧。于是他们穿上了甲胄，带上了武器，前往战场准备迎接战斗。他们把箭射向维都达巴的军队中间，但是箭只是从他们的盾牌中间，甚至是耳洞中间穿过，可见释迦族人的箭术是多么的高明啊。维都达巴他见到了之后，他说释迦族人不是说我们不杀生吗？怎么他要杀我们的人呢？当时有一个人，他就对维都达巴说，主人啊，你为什么要准备回师呢？就是准备班师回朝呢？他说你看现在那些释迦族人他都冲过来要杀我们的人。然后他说您再数一数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杀啊，您数一数吧。结果他亲属了自己的军队，发现真的没有一个人被杀。然后他就返回命令说，凡是说我们是释迦族的全部都给我杀死，除了我的外公大明释迦王到他前面站着那些，就给他们留个性命。也就是说，除了在大明王附近就逃到他附近，再到他附近逃难的人之外，其他人全部都把他杀光。当时那些释迦族人他发现到没有东西可抓啊，一部分人就咬住草，一部分人就抓住芦苇在那里站着。要当那些哥萨拉的军队去到之后呢，就问说，你们是释迦族还不是？当然由于圣旨他是不可能会说虚妄语的，即使他们丢弃自己的生命他们被杀都不会说虚妄语。所以咬住草的那些人他说不是菜是草，就是那萨哥顶囊释迦巴利叫萨迦，那些人他就说 no 萨哥顶囊，就是他就用一个谐音，就是不是菜，其实就是no sago sago 就是指菜，就是不是菜是草。那抓住芦苇站着那些人就说不是菜是芦苇。但即使这么样，
的话，反正他们说啊，我是释迦族的全部都被杀了，就到大明释迦王面前站姿那些人才保住了性命，所以那些咬住草站姿的人就被叫做草释迦，那些抓住芦苇站姿的人就叫做芦苇释迦。维都达巴王的大军攻进的嘎比拉巴图城，就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他要把释迦族人灭族。他屠杀就连在母亲怀里喝奶的小孩子都不放过，一个不留的全部都把他杀死了。当这些释迦族人被杀死了之后，就把他们的尸体拖到了附近的罗伊达河边，用他们喉咙的血去清洗他的坐板，就报仇。就这么样，释迦族的血统就被维都达巴灭绝了。维都达巴抓住了大明释迦王，准备回国的时候，到了吃早餐的时候，他想吃早餐，而走到一个地方拿出食物，召唤他的外公说，我们一起吃早餐吧。但毕竟大明王他是王族，他即使丢弃性命，他都不会和女奴的儿子一起用餐的，所以大明王他看到一口池塘之后就说，我的种姓已经被玷污了，我想洗个澡，亲爱的。维都达巴王就说，好吧，外公，你就洗吧。当时大明王就想，我不和他一起用餐，我也是会被杀死的，那就让我自己了断吧。于是他就把头发，把它散开，然后就在头上打了个结，于是就潜入水中，然后再把他的头发缠住脚趾，就这么样沉在水里面。维都达巴就在岸上一直都等着，说，哎，我的外公怎么还不起来了，我的外公还不起来呀。后来他就派人去找结果呢也找不到尸体，最后他就不得不就班师回自己的国家了。当维都达巴和他的军队在傍晚的时候就到了阿基勒瓦蒂河，到了那个河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准备要在河边那边驻扎，准备过夜。于是一部分军队就在河中央的沙地上睡，另外一部分人在河边的高地上睡。睡在河中央的那些人，有些他过去并没有造恶业的，而睡在河边高地上也有一些曾经做过恶业的，可也许就是他们的恶业即将成熟了，该死的要死，不该死的还是不该死。睡在河中央的那些过去没有造恶业的人，偏偏在睡的时候呢，那些蚂蚁就爬出来，就弄到他们没办法睡，然后他们就因为我们睡的地方有蚂蚁，我们睡的地方有蚂蚁，要爬起来。而那些不曾造恶业的人，他就因为睡在河谷那边很多蚂蚁，然后就搬到了高地上去睡，然后呢就跟那些人换地方，那个过去曾经造过恶业那些人，他就搬到沙地上睡，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下了倾盆大雨，结果山洪爆发，就把维都达巴跟他的军队，就是那些过去做恶业的人全部冲走了，冲到大海里去。反正睡在高地上那些人却没有事情，保住了性命，因为他们过去没有造恶业，所以罪不该死。大众就议论纷纷，
说释迦族人死得不相应，他们这些人杀死释迦族真的很不应该。佛陀听到人们的这些言论之后，跟比丘们说，他说诸比丘，在今生在这一期生命当中，任何的释迦族人死都是不应该的，但他们只是得到和他们过去所造过的恶业相应的果报。那些比丘就问说，尊者，他们过去是曾经造过什么样的恶业呢？佛陀就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经在过去生一起往河里投毒，就把很多的鱼都毒死的，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集体跟多次的去投毒杀死的很多的鱼，所以现在他们的恶报成熟了，因此遭到了这样的一个恶报。而佛陀也是因为自己的亲族被屠杀，他感到了头痛。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佛陀就是菩萨他并没有参与投毒，但是由于他看到人们杀鱼而他感到很高兴所以因为这样的恶报他也遭受了头痛。因此在阿巴达那里面就这样讲，讲到一首偈颂，就是说我在渔村曾为鱼童看见鲨鱼产生鱼业，以该业报我遭头痛，为都得不杀诸释迦。那所以呢，因为这么样的一件恶业，就是过去生释迦族人也曾经杀过鱼，曾经投毒，在整条河里面把很多的鱼都毒死。所以呢，今生也就是在那一生当中，他也是遭到了灭族之灾。那好，我们讲佛陀的这第九种果报，头痛的果报就也讲到这里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佛陀在晚年的时候，真的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患的就是他也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祖国被灭亡，自己的亲族被屠杀，自己族的血统被灭族，被种族灭绝，所以这个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毕竟这个也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呢，在经典里面也把它真实的记载下来，保存下来。那我们现在这些图片看到的是今天的噶比拉瓦图城这些当年宫殿的遗址都是后来建的。那好，我们今天讲了佛陀的第九种恶报，就是头痛或者说他的国家祖国被灭亡，他的亲族被屠杀的这件事情之后，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讲完剩下的三个恶报。